馈赠，总有它的道理。它能带给你希望，也带给你绝望。当你满怀失望的时候，他又悄悄地埋下了新的希望，所以我必须再努力一次，为了曾经的那些遗憾。到点了，该起床了。今天要去 DNT 上班，得好好打扮一下。上班第一天的作战计划，四个字，要美美的。第一天上班穿什么好呢？看看衣橱里有哪些衣服吧。青春又有活力，一定能交到很多好朋友。做新起点，上班的号角吹响啦，元气满满的一天，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就选这件，我喜欢，最重要。换好衣服啦，第一天上班，化什么妆好呢？眉形也很重要，要好好设计一下才行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眼妆也要出彩哦。身材，修饰脸部轮廓，让五官更加立体有型吧。糖橘显白，蜜桃粉很显气色。画好了，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。嗯，搞定，同事们一定会喜欢我的，赶快走吧。早安，欢迎来到全球顶尖高科技企业 DNT。 我是你的智慧伙伴，请在智能终端中输入你。奇怪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真是个特别的名字。你也让我印象深刻。那么，欢迎你正式入职 DNT。接下来将由行政部的海伦带你去企划部报道，祝你工作愉快。